柯文哲的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有关于这个包含的这个昨天已经对于这个延押有关于这个应小薇的部分哈，已经是延押两个月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大家问就是说柯文哲那会不会继续的延押到四个月？那时间大概是在下个礼拜四之前，可能这个延押庭会来进行讨论哈。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哈，现在目前整个的这个金华城的案件哈，现在已经是申请延押的沈清金，还有应小薇第九度的提讯的彭振声，这是昨天啊。那现在呢，有人认为说什么呢？柯文哲他是金华城案当中最大尾的哈，如果没有特别的契机的话，像是认罪啦、供出其他人等等，不太可能会放人哈。就算呢检方没有找到新的证据的话，那么羁押主要是防止串证，还是有正当理由。那么检方现在对于金华城的金流哈还没有完全的查明白，我要先问一下亮哥哈，因为加上这个羁押的原因哈，现在都还在，所以呢柯文哲是很有可能会继续被延押两个月的时间。好，但我要问一下这个亮哥哈，因为现在从昨天哈，这个继续的延押了沈庆金跟应小薇，是不是就是看出来他就是找不到金流嘛？所以如果延押柯文哲，逻辑也会一样啊，也是一样的，因为起诉书写不出来。起诉书写不出来。当然啦、啊，没有找到关键证据，你怎么起诉贪污？不是说办的进度，是因为起诉书写不出来。当然是啊，他会假装图利罪就是贪污了。对啦，对，可是我跟你讲，他如果只用图利罪起诉哈，会很惨，民进党会很惨。因为你这是压人取供嘛，对，那结果贪污找不到证据，对，对不对啊？人家一看就说，所以你不得不只用图利罪起诉。我跟你讲，他的优先目标就是两个案要三个罪起诉了。两个案三个罪起诉，就还有一个罪是政治献金嘛，那另外就图利还有贪污嘛，对，所以二案三罪是他的目标，可是现在没有达成目标，没有达成目标，所以他就不断的在约谈人呐、啊，对，那现在用一个理由啊，他约谈的很密集耶，说橘子刚从日本回来啊，哦、橘子刚从日本回来，所以橘子还会衍生出很多需要约谈的人呐、啊。哦，这个部分可能要问一下晚会哦，民众党内部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我没有，我刚才回去看一下我们紧急小组，我就在想说，昨天因为他那个有相关的这个新闻稿出来嘛，大家还要延押这个沈庆金跟这个应议员的时候，那我从头到尾仔细看一下，我看不出来他到底刚刚亮哥讲说他是希望两案可以办成三个罪嘛，那里面我找来找去，我看就图利两个字比较明显一点，大概还是往这个方向，但是这过程当中这个最近呢这个橘子有点红嘛，就橘子红了，所以呢就说他当时第一个他有到这个党部去搬钱哦，搬了不知道几百万说要去日本啊，就是想说两边的海关是都已经不查现金了是不是，再来又说他有冷钱包哦，那我想我们的这个司法哦，这么多的专业人员，如果真的有冷钱包，查了现在两个月，还是查不出一个动静，那我觉得依照这个刚刚这个讲的，我觉得从新闻稿看沈庆金跟这个应议员的这个延押的理由，他一定是同一案嘛，对，怕他串供嘛，所以延押可能性我觉得还是往这个方向来做推进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该着急的确实还是北检，就是说如果你押了两个月，就是刚刚亮哥讲的，就是押人取供，你搞了两个月，约谈了两百个人，然后呢你到现在找不出可以一刀毙命的证据，我就请问你，你继续延押下去，你接下来的起诉书你要怎么写？所以我觉得刚刚亮哥的那个我觉得是就是说他的这个观察啦，就是橘子的回来讲了之后会再继续约谈更多人，都有可能，这个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因为第一波已经把大家这个认识不认识全部都约谈去了啦，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在造成一个风向，就是说他是有金流的。我那天看到某科技老板在那个，他也不是捐款哦，他是有一个案子给木可做，我觉得他讲出他觉得他很倒霉这种话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很难过，也就是说以后真的有人敢捐钱给民众党吗？他只要做完这个动作完之后，他把我们全部的，就算那里面也公啊有确有其事，他这个钱不是这个钱，反正他们就阿北兜嘛，那个某周刊写的或者是其他电视台报的，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要达到他的目的就好了。你不是半条命了，对，以后谁敢捐钱给民众党？所以我觉得啦，这个严压的这个可能性当然还是很高，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很爱搞鬼的民进党呢，他还会继续这样搞鬼下去。我就想问啊，昨天开始在搜这个，我查了一年多的这个陈启玉。那个有关台盐绿能部分，过了一年多开始要动起来了啊，只约几个人啊，马立马用力给他办办看，要该约谈的人都来约来，跟一样的标准就好了啦。所以我觉得礼拜天啊27号齁，有空来参加我们的民进党的这个搞鬼活动啊。各位，今天也当时说为的是在这里面主义，因为你想今天的病情，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台医护人员还是赶快协助民众。不过，咱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咱要让更多人知影代志的真相。没有更多人认识，咱所认识的国民党，能够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任务非常重要，那是台顶的人。更加重要的是在做民主义，因为您是社会的一员，因为有你去到每一个角落，去到每一个所在，也是有你的人口。柯爸爸的身体的病况的部分呢，根据家属表示，我们可以透露的部分是，柯爸之前是因为癌症住院的，但是癌症之后现在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所以确实在上个星期有状况比较危急的情形。那刚刚有提到说，羁押期间能不能够来进行探视？我想，不管是柯文哲主席跟他的家人，或者是台湾民众党这边，都绝对会按照中华民国的法令来依法申请。然后想要再问一下，因为蔡壁如委员他昨天被问到的时候，他是有提到说，有朋友带柯爸的病历进去给柯主席看，那他如果羁押禁见的话，其实是可以这样子看的吗？以及说，他有说柯文哲去台大医院的时候，因为太晚，所以不能陪。但是，羁押禁见的话，是不是也不太能做？刚刚感谢您的提问，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里面有非常多的错误的地方哦。首先，去探视的时间点并不是所谓的深夜，大概是在傍晚的时间，星期五的傍晚的时间。那另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而且也是让我们会比较担心的是。主席是这个羁押禁见，所以羁押禁见期间是不能够通信通讯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带着病历进去给柯文哲主席来看这样子的状况，这个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呢，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一定要严正的来澄清。那另外就是说，有说这个时间太晚了，没有办法去陪同，这个部分也有一些混淆了，因为时间点正如所说的，是在星期五的傍晚的时候。那连家属都没有被通知哦，所以其他的人更不可能可以进去探视。所以以上有几个明显的，可能对家属来说会是一个蛮困扰的地方，他们也希望由我来代为澄清。柯爸的病情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转变，那送到加护病房之后呢，也有去想到要不要来依法提起一些申请，让柯文哲主席能够依法进行探视。因为柯主席他过去在台大医院的时候，就是对于重症及重症，像是心肌梗塞还有引发出来的一些并发症，他是专门的。所以其实家属的方面，除了在这个人道的考量之外呢，也希望说是不是能够让柯主席，也就是儿子，能够尽一份心力。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才去申请了相关的文件送进去。送进去之后呢，在这个北所这边也非常迅速的，来进行处理，所以是当天星期五的时候申请，当天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就到医院来进行这个探视，那所以刚刚你说的是，借据的部分，我想都是依照规定。
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柯文哲主席的家人他们遭受到的遭遇，想必现在是他们最难熬的时光时间，这段时间会是 柯文哲主席家人最难熬的时间。那我们绝对会在柯文哲主席家人做最强的后盾，帮助他们，协助他们度过这一段难关。那这有关于这些，不管是简讯也好，不管是内容也好，其实我们还是会再次的跟党公职传达讯息，是说在发言的时候尽量谨言慎行，不要伤害到柯文哲主席的家人，以这样子的原则为优先。好，用麦克风好，谢谢。想问一下，就是针对那个民众党的偷窃案，就是黄国昌委员先前就批评没有告知当事人，不过松山分局表示有先联系民众党的发言人，是不是党内的沟通上面有落差？我想这件事情凸显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是警方在还没有完全侦办完毕之前，媒体就已经知道了。就我们所了解，当天下午其实本党还是有同仁在做笔录。好，那这样的状况是真的已经全部都办完了吗？那还没有办完的过程，我们在同时间就收到了媒体来求证相关的讯息。好，所以我想这个落差还是要请警察局交代清楚。那个柯美兰的这个讯息流出之后，小草群组是有炸锅，还有人说希望要开除蔡壁如，然后现在你也是被解读为说是不是党内在这个党中央跟蔡壁如他们地方有一点沟通上的分裂吗？郑先生的，我觉得这种揣测的这个分化言论在这个时间是最不必要的了哈。但是在这件事情以来，我们还是党内还是希望说，呼吁也转达各个党公职发言的时候要谨言慎行。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